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林彪毛泽东的接班人，所以喊口号的时候都是祝毛主席这个万寿无疆，然后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嘛。官方的说法呢是说林彪刺杀毛泽东失败啊，仓皇出逃啊，结果飞机呢就在蒙古那个地方失事。571工程纪要就是一个民运的宣言，现代的讨毛的第一篇讨毛檄文。571就是武装起义的意思，很多人说林立果是中国第一代的民运人士啊。林彪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林彪时刻，从那以后呢，中共就开始江河日下了。毛泽东老说要紧密睡在我们身边的何瑞晓夫，对吧？这件林彪事件出来之后呢，对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打击很大。现在所有传说是习近平接班的人都倒霉了，那他立接班人很可能会出现第二个林彪。中共是回到个人独裁，习近平现在已经完成了毛泽东时刻，一旦林彪时刻出现，中共也就完蛋了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